咱来邀请高玉祥高董事，原来来甲咱颁奖哦，请高玉祥高董事，原来来到台前。啊，这位大学组的研究生的论文的得奖人，原来真认真哦，真拍拼，咱来欢迎。咱大学组论文的得奖人安焕文，伊的论文题目是李清华吃老吃仔的代志的因有研究。咱即马请安焕文同学甲大家进来接受领奖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山医学大学台湾语文学系学生，啊，即马读四年。嘿，就是这篇论文其实是我大下想要，就是写一篇论文来做我大下的一个算是学术的论文研究安尼。就是这篇论文其实我是为大一现代史家开始来做研究，因为本身我家己嘛真喜欢就是写大一的现代史，有咧创作啊，所以呢，我想要伫这大一现代史内底想讲。用母语写的现代诗，伊内底要呈现语言的水伫倒位，啊，佮伊的文学手路到底是安怎，伊的技巧伫倒位。所以我伫这李清华教授这篇论文内底，想要来做一个对面的面论文诗集内底，然后才知的代志，这篇这个诗集内底去做研究。啊，我是有一就是做一套的彻底的研究，就是讲。为伊的手路，啊，搁为伊语言，啊，搁有上重要就是伊的温柔。温柔的部分呢，就是因为温柔即马伫咱即马，就是学术界对温柔的研究其实是愈来愈侪。为有空年代了后咧，温柔的研究是愈来愈侪人，就是有咧做即块。要个问题是，就是想讲台语现代诗的温柔，也无人有来研究过。因为伊一定是有伊研究的，就是价值伫倒位。所以呢，温度其实呢，咱讲的生活的语言内底嘛是有咱温度的呈现。所以呢，我就是为台语这个语言内底去发现讲，伊是要用这个温度的文学技巧，要然后去呈现讲伊要讲的物件。其实这嘛是用反映着咱作者内底因所因的人生。就是人生，伊对人生的看法是啥物？伊对创作这首诗，伊的看法是啥物？伊的认知是啥物？其实呢，温度的手路会用，就是反映到咱大脑内底功能的，你要安怎建构这个台语现代诗的这个，算讲是一个架构就对啊，就是你要安怎去呈现。所以呢，我研究这篇论文，其实是我。就是第一摆就写论文，所以其实阁有真侪所在需要真侪前摆的，就是指教，啊，阁有大家就是会用就是坦诚安尼。所以我是感觉，我除了写这篇论文以外，我嘛想要鼓励，就是咱大学生应该更加有来研究咱母语文学就是这个联系。所以呢，我嘛希望就是家己的学妹啊，学弟。就是因会用继续来，就是继续来研究。所以呢，因为要怎讲，就是其实即马小学的是有小学有，即马有开始咱的母语教，就是母语的课程对无？要毋过像阮即下呢，阮即时阵大学生其实以前是无母语教育这物件，所以变作讲，阮咧接触母语的文校、母语的物件，是我伫即马我。是伫大学开始才知影，才有知影的物件，所以其实我有是希望讲，阮即下会用就是，会用加就是去注意到母语文学即块，因为其实我家己厝内底嘛是拢讲台语，就是厝内底嘛拢讲台语，所以其实我对台语其实有一种亲切感，也毋过就是想要去了解讲。除了咱咧讲生活沟通的语言以外，咱过来咱的文学，伊即摆母语文学是安怎？所以我是希望讲，真侪后辈嘛会用就是继续来研究一下。嘿，真多谢大家。多谢。